给你刚刚好。我们那个公盘，公盘的样子又卖了100万。卖了？对，卖了100万。回去公司这么来啊？回到再说啊。方便。哎，那坐坐坐，来，好。来，我看一下钱。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100万。100万，够了吧？等一下，分，我给你级别的啊。什么料子？你知道吗？好几个月。对，肯定是好料子。啊，够了，看，够了。你看，你谁看不懂？谁都看不到。来，看一下。哦，给大家瞄一眼，我要切这个料子。你要切呀？啊，哎，我来一股呗，我也来一股呗。来不了。啊，来给你们看。哎，你老是不带我来，我带我的料子就，哇塞，听到没？这么绿的料子呀？听到没有？对。完了就是真实，下次我带你，你带。哎呀，来一模一样逼过的，我来干大，我先切这个，我先切这个。这个研究一下，来，我研究一下，来。我看一下，你看，这里也有色啊，有色的，这边还有色的，哦，这个色也挺辣的啊。直接切呀，啊，哪个拿着不都爆？你就给我撩死。就100万，干了他！大人呀，我大生意，这空间好大呀！你回去吧，10万、20万、30万、40万、50万，哎，这撩起来管你，撩起10万你，10万我不要这个量。哎呀，哥，你10万块，你值得切的，10万块。Later。哎，来，我帮你上上去，来，好。滴滴摸摸的啊，好好切。啊，来，来呀。啊，慢一点啊。切这么多料子，终于切爆了，兄弟们！哇！